立即补充地球支援，快！该死的掠夺，他太狡猾了，眼看已经胜利，却还是被他算计了。为什么不拦着我？我哪知道里面是个炸弹？总算脱离危险了。帮我们，不能就这么算了，看我拆了他的脑屋。没那么容易，事实证明地球的管家星空已经完全成为掠夺的帮凶。妈妈，只要把能源和技术资料保护好，他们的阴谋就不会得逞。我们还得想办法把抢走的资源夺回来。据我的推断，应该是藏在这个地方。我猜想经过几次大战后，掠夺应该休养生息，研发新武器。我们目前首要的任务是加强防御。就算是防御，我们的人手也不够，动车侠小队需要更多的人才行。我们还有其他事。走，就这么走了。喂，老家伙，你干嘛？你不想加入动车侠小队吗？我看是你的脑袋生锈了，就这样加入，以后怎么能抬起头来？说的有理，我们得做出点成绩才行。说干就干，走。等等我，你记住，别管那俩巨老头了。既然人手不够，那就找到掠夺老窝，先发制人。那个地方很隐蔽，雷达定位也无法锁定。星空应该是对它进行了磁场转移，所以掠夺据点的位置总是在不断变化。什么也没有，我看你是老糊涂了。不可能，我还没老到失忆。顶上！记住，找到资源，再不走就把它毁了。这些远远不够，我们还需要更有价值的材料。动车了，又是那两个快报废的老古董。你得感谢他们帮你打开炸弹。哦，对，谢谢你的提醒，我应该请他们来这里做客。这么容易，还是小心点为好。瞧我的！哈哈，又回来了！撤！撤！为什么不追了？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。我喜欢你的脚呀。动车人怎么处置？解体实验。用蛮力是不行了。小红长官，
你感觉怎么样？您走两步试试。我感觉浑身充满了能量。西伯资源长被抓了，知道了，我们马上行动。怎么办？兵分两路，一路救西伯，一路保护数据中心。不行，大副昏迷，无人守护动力实验室。数据中心，我有办法。红剑，你留下。西伯资源长那边有点麻烦，需要打开密码锁。我能打开。这，小凯，使用耳语者数据器。前面右转就到了。得想办法引开他们。应该就在前面。计划尚未完成，请保持冷静。住嘴！
胜利终将是我的。红剑，我敢打赌，明天一定会有你的任务。芳芳，隐蔽观察，别暴露了。知道你关心我，但我可是很小心的。发现情况，目标就在后面，不是普通的墙体，爆破的话……你疯了吗？我们的任务是安装耳语者。我只是在分析。你分析出它的病毒成分了吗？小玉兔，接收任务的时候不能走神，这次任务关系重大，只能成功不许失败。我计划我来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只有一个。开锁之后，我负责制服他，你们救人。好。停！给我停下！小家伙，快点儿，快点儿！真狡猾，密码每隔十分钟就会更换一次。那可是最先进的动车碳纤维技术制造的，你是切不断。但我没说。芳芳，锁定控制台的位置了吗？从外沿绕过去。左侧一二接口。人类和动车侠没有任何行动，不符合常理。拿起速战速决。跳跳，还需要多长时间？不确定，有点麻烦。小凯，解锁更多数据，让那个混蛋吸个够。都是机密数据，万一……执行命令。
可以坚持多长时间？根据系统推算是20分钟。正在吸收高端加密文件，需要20分钟吸收完毕。想拖延时间？星空，调动全身能量，全力吸收完需要多久？最多1分钟，但这么做会让防火墙受损。就1分钟。果然狡诈，立即准备其他文件。是，跳跳，请你在1分钟之内完成。成了。老家伙，醒醒！没时间了，先离开再说。原来如此，愚蠢的人类都是感情用事，把他们通通分解。小凯，启动耳语者感染数据。是。已经无碍，很快就会醒来。这可是动车侠小队的一次大胜利。都到齐了，怎么样，铁拳？我早想加入了。都怪这个老家伙，非要立个功，争个面子。结果，结果怎样？我的小心脏被折腾了一天了。都是铁拳的错。看起来是我错了，但我真的是对的。